MLB 精英不敌天使，苦吞第19连败，只要再输两场就会追平美联史上最惨纪录。日本职棒新人木秀悟第一年就缴出生涯首场完全打击，成为日职史上第一人。日职西武狮队球星吴念庭连续21打数无安打，打击率下降到.253。大马羽协正式回应陶飞克，将会严厉谴责任何形式的贿赂与打假球，决定跟进小威廉姆斯。大威廉姆斯宣布同样因伤退出美国网球公开赛。东秀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，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